金合牌双运动混合机的诞生，是混合设备领域一次跨时代的技术变革。它通过设置两套运动系统，成功实现了让容器运动，从而对物料进行对流混合的同时，叠加运动的内部叶片对物料进行搅拌混合。第一套运动系统驱动容器及料桶的滚动，让容器进行空间不规则运动，对其内部物料进行对流混合。第二套运动系统以不同速度驱动容器内部的全尺寸叶片，对物料进行穿插、剪切、搅拌等复杂混合运动。金合牌双运动混合机一经问世便誉满华夏，产品先后获得国家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证书和地方科技部门的好评。装得多，混得快，混得好，省电、省钱、省空间的优势，更得到了黄河旋风、航尺前进、北钢院、博深工具、成都运智科技、北京天龙乌木等行业内的领袖企业的认可和青睐。好、快、多、省，金合牌双运动混合机的诞生，以绝对的技术领先优势为客户提高品质，为客户降低成本。金合牌双运动混合机采取空间对流、混合叠加、搅拌叶片穿插、剪切混合，实现超均匀混合。轻重粉的混合更取得技术突破，通过运动容器沿镜像转动叠加叶片同方向旋转的下压作用，将漂浮的轻粉、超细粉压入重粉中，实现了